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经本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遍供诸佛者，以现代化言，皆超越时空，一念之间，可以遍到十方世界度生，接引有缘的人。那么这是经文第十一愿，这个第十一愿，遍供诸佛。遍是普遍，一个也没漏，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通通都接受供养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能做到，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他也能做到，这是修福修慧也，那么他到十方度化众生是化身去的，自己的本身呢还是在讲堂听经，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到极乐世界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习，学习完毕了就离开讲堂就成佛了，没有到成佛不离开讲堂，所以进讲堂是凡夫，离开讲堂就成佛了，这是无比的殊胜，菩萨度身有应身有化身，化身很多，这个地方呢举一个例子，周邦道老居士在抗战前他住在南京，南京的住宅是旧式的三进的院子，就是四合院，一个套一个了，很深，这个四合院很深，我去参观过，周先生是我的老校长，抗战期间我念中学了，他是我们校长，夫妻两个对待学生比儿女还周到，所以我们同学没有不感恩的。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一天有一位出家人在院子里面向周太太化缘，那个时候老师夫妻两个都没有学佛，都不知道，问他要什么，他要五斤香油，家里有，不是没有，没给他，没有给他。那么事后这个人出家人走了，走了之后一想，他家里每一间院子的时候都有门，门没有开，他怎么进来的？走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开门，他怎么出去的？所以这一桩事情让老夫人周老太太很多年都不能解决了这个迷惑，抗战胜利之后他到台湾住在台中，
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了莲社，领导大众学佛，他们老夫妻两个参加了啊，台中莲社的莲友。有一天他就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报告，请李老师开示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绝对不是眼睛看花，因为差不多有20多分钟的时间啊，不可能是眼花啊。为什么这个和尚从九华山来化缘，来到他们家里院子的门都没有打开，他怎么进来的？那走了之后门也没有开，他怎么出去的？老师就笑着对他说，那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化身啊。他听了之后非常后悔啊，当时五斤香油没有供养他啊，所以以后他跟地藏菩萨有特别的缘分啊，专门修地藏法门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火化流300多颗舍利啊，在家居士修到他那样程度很少见啊，这个人非常厚道啊，所以我们那一群学生没有一个我念着老师师母，比念父母还要尊敬啊，这有这么一段故事啊。那么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也就是都有能力化身，化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十方诸佛刹土有许许多多众生跟我们都有缘分啊，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朋友眷属啊，同参道友，太多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到每一个刹土去帮助这一些有缘的众生。啊，没有缘，你接触他了，他不理你。啊，没有这个缘分。啊，有缘呢，他愿意看到你生欢喜心，他能接受。啊，你说他会听，这就叫有缘。啊，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是不是佛不度他，是他不接受。啊，一定度有缘众生，有缘众生无量无边呐。啊，所以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因迷惑颠倒而不能证得。这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有这个能力，但这个能力失掉了。啊，六种神通我们都没有啊。啊，六种神通本来都有的。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行了。啊，西方的好处啊实在太多。如不去西方修行，要靠自己的力量，那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你才能修到这个境界，而且进进退退，不知道要受多少折磨。所以
一切诸佛都劝勉我们要相信有极乐世界，要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深信切愿，老实念佛，就这一句佛号就行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前年2013年，中国南阳，就是诸葛亮出生的地方，有个小庙，叫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了，啊，欲知时至，没有病苦，自在往生。给我们做了好样子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啊，112岁走的，念了92年。啊，念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光碟，有永世集，有一本小册子供养大家，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带回家去，这个光碟要多看。啊，这篇光碟资料非常丰富，总共9个小时，啊，就是文字书本里面的所说的话，啊，有声书，啊，你看书可以，看光碟也可以，啊，一天如果能够看6-7个小时，念10000声佛号，我相信一年下来，你念佛这个根就扎下去了，啊，你会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我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让我见到。啊，阿弥陀佛跟我们见面，第一桩事情告诉我们的，我们还有多长的寿命。啊，等到我们寿命到了的时候，佛来接引我。啊，预先告诉你了。啊，到时候一点都不会错。啊，海贤老和尚，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这叫法器。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可以往生到西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啊，我们一般人念佛没有感应，什么原因？念佛的时候妄想多，杂念多，把我们念佛的功夫都破坏了。啊，所以没有那么好的感应。啊，像海贤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记住，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的人应该在3年到5年，快3年，慢5年。他就能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念头一念，念头一动啊，就是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个念头。
这叫成片。啊，不管是白天是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放下了。啊，并不妨碍工作，工作照干，干完了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这叫成片。啊，人念佛念到这个程度，阿弥陀佛就会送信息给你了，像我刚才说的，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了。啊，有人看到极乐世界，有人看到阿弥陀佛，啊，一定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往生。啊，你这个时候欢喜啊，极乐世界注册了，那有名字了，注册了，啊，不会错的。啊，所以真的有不少人念到这个功夫见到佛了。啊，见到佛他怎么样呢？他寿命不要了。如果说佛说啊，你将来可以活到80岁，80岁以后我来见你。啊，那么现在才20-30岁，到80岁还不少年呢。他怎么样呢？不要了。啊，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很慈悲。你真正下定这个决心，阿弥陀佛真的就带你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看到啊这个往生传里面很多很多，这一半以上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的。啊，早年有一位法师问过我，他是不是这些人都是寿命3年就到了，啊，他就往生了。我说这个话讲不通，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2-3个可以能讲得通，那么多的人，这个讲不通。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提前要求了，他寿命不要了，不想在世间住了，这个世间太苦了。啊，他希望早一点离开，啊，佛能帮助他，能带他走，这才讲得通啊。那道理我们知道啊。那么海贤老和尚没走。啊，他这个没有走呢，不是他不想走，他真想走。他知道人间太苦了，啊，真想走。阿弥陀佛劝他，让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他修得好。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样子，啊，所以他是奉阿弥陀佛命令来住世的，住在这个世界，啊，这一住92，啊，那么他的功夫提升了，啊，我觉得他25岁左右的功夫成片，他念到四意行不乱，从这个基础呢。再向上提升四义心，四义心等于阿罗汉，6种神通具足。啊，什么时候呢？应该在30岁左右。啊，再向上提升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换一句话说，就是6足慧能大师的境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入定，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这个境界。他达到这个境界，啊，应该什么时候？40左右。这个榜样太好了，距离我们不远了。2年前才往生的，他能做得到，
我们也能做到啊！啊，就是要一门深入，千万不能学的搞得太多太杂。啊，要知道我们念佛，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修净土，净土怎么修？心净则过土净。啊，所以修清净心就能感应清净的佛土。无量寿经的经体，夏天居老居士汇集的好啊！啊，五种原译本里面，汉朝翻译的是清净平等觉经，宋朝时候翻译的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你看看他把这两个经体合在一起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下面清净平等觉经，真正会意的天衣无缝啊，太妙了啊，而把华严经这个无量寿经的里面的道理啊，修行的方法境界全在经体上显示给我们了啊，我们修净土希望什么？希望得清净心，希望得平等心，希望觉觉是大彻大悟啊。刚才我讲海贤老和尚，他清净心什么时候得的？大概25岁前后得清净心，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应该在30岁的时候得平等心，平等心没有计较了，没有分别了，啊，就心都自在啊。40岁左右开悟了，就是觉，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提升的。40岁得离异性波澜，往生极乐世界是随时可以去的。啊，生十宝庄严土，随时可以去啊。这个境界里要见极乐世界，要见阿弥陀佛，念头才动，佛就来了。佛就在现前啊，极乐世界也在现前 啊，所以他给我们做表法啊，是他真正见到了，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你问他用什么功夫，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一生没有学过第二个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成功了，就大道至简了，太简单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肯真干，啊，成就太快了，啊，而且是保证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一切祝福。劝勉我们往生西方是有道理的啊，佛很慈悲，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啊，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拖拖拉拉拖一阵拖两三，不是的，佛希望我们赶快成佛，这是他的本愿呢，我们要感谢佛菩萨啊，为我们做种种实现。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经本，大慈大悲劝导我们学习。啊，黄念祖老居士用6年时间
做这一部经的注解，啊，注得非常详细，非常透彻，不容易啊。来度化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九千年呢，九千年的众生靠什么得度？就靠这部经，就靠这个注解啊！我们非常有幸在这一生能够遇到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遇到之后不能放弃，一定要抓住，我一定要成就。下面第六章啊，第六章只有一愿，第十二愿，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这一愿，第十二愿，是善导大师日本的净土宗对善导大师的尊重超过中国人。那在唐朝时候，日本有许许多多法师到中国留学，里面绝大多数的都是善导的学生啊，还有一派有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学生，所以我们在日本很多寺庙里，你能见到善导大师的像、塑像，在中国没有。啊，天台跟净宗是日本佛法的独步啊！啊，他不在中国之下了，甚至于可以说超过。中国祖师大德们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只有两种啊，在日本我们看到的将近三十种啊，他们真下功夫，而且研学习的人多，这些著作都留下来了啊，我们将来要专修净土啊，希望都能把日本这些法师的著作统统读过啊，对我们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善导大师为我们讲这部经，他说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是真实愿，特别强调，那这一愿呢，是五种真实愿里的第一个。什么愿呢？定成正觉。语气这么肯定，啊，定成正觉就决定成佛了。你修这个法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吗？没有了。成佛才是究竟圆满，这一生没有空过。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这一法更善的。啊，遇到真正是跟阿弥陀佛有缘。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啊，我们遇到了。
我们看这一段简单的注解，这个愿等于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了。啊，也就是啊，阿弥陀佛开给我们成佛的保证书，啊，保证你这一生成佛，啊，这是保证书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我们六道凡夫跟阿弥陀佛比，跟释迦牟尼佛比，差别在哪里？就是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六个字是佛法里面讲的烦恼，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第二个是尘沙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第三个是见思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你看这六个字，有这六个字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佛教修行是在讲佛教是教育，啊，它不是宗教。所以外国人讲宗教这个含义里头，佛教里头没有。啊，佛陀是教育。执着就是见思烦恼，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啊，引发我们的言语行为都错了。啊，那么这个烦恼要是断掉了，能够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执着没有了啊，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佛教修行总而言之就两句话，看破放下。啊，看破什么？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呢，不放在心上，啊，不时不去干，事情可以照干，不能放在心上，啊，这就叫敬业，啊，你造的业是敬业，如果放在心上就变成染污，啊，放在心上就是执着。所以修行妄想分别执着一定要知道啊，在我们经题上执着没有了，清净心现起；分别没有了，平等心现起；觉悟了，妄想就没有了。妄想是迷业，觉了妄想就不见了，就修这五个字啊，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你的功夫啊。啊，断我修善，积功累德，要不要做？要做，要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变成染污，啊，那变成什么？变成讲的身体，啊，你断我修善，啊，你执着你的善，
你不肯把善放下，那是来生就到天道去了。啊，天上福报大，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那些地方是你修行果地的地方。啊，如果不放在心上呢，我们就跟极乐世界相应，果报在极乐世界。啊，如果执着我做了很多善，我做了好多功德，这天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六道不出去，总归是要受苦的。啊，为什么？你的业转不过来。啊，善业生善善道，你还有很多恶业，恶业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因，你不能不受啊！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再给你说句真话了。这个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场噩梦啊！我们要在噩梦里头醒过来，啊，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假的，假的你就肯放下了，假的是事实真相，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你看我们人在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都是生灭法，找不到一样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这是一定搞清楚，知道这个生灭法，佛说的全是假的。我们要学习经教，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用了。为什么？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讲得很透彻。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不留念了。啊，明白了就看破了，看破就不放在心上了，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我们也能得清净心，也能得平等心，也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贤可以做到，我们人人都能做到。啊，我们搞这把这个搞清楚了，晓得。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我的功夫是哪一个阶层，自己很清楚。啊，努力，奋发努力，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得到清净心，不要满足，我想往上爬，我希望得平等心。得到平等心，我希望大彻大悟，希望开悟。啊，这就对了，这叫真正心在道上。啊，善导大师这五愿，这是第一愿，定成正觉。你看佛说的话语气肯定，没有丝毫怀疑，你决定成定正觉，正大涅槃了。啊，所以我在跟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时候，我说这一愿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授记，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了成佛的保证书。啊，这一愿保证，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就成佛了。这个东西是假的，妄想是假的，分别是假的，执着也是假的，你何必要认真？啊，你要认真把假的当作真的，这就是
出不了六道的原因。啊，六道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在经上讲的好啊，讲的透彻。啊，现在人迷了，迷得很深了。迷在哪里？迷在财里头。哪个人不贪财？财是假的，你带不去啊。你知道吗？你晚上睡觉睡着了，等于死了。哪一样东西是你的？啊，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天天晚上要睡觉啊，每天晚上要提高警觉，没有一样是我的。啊，所以呢，这一切都放下。啊，我常常告诉人，你身上带的钱是你的，你家里放的钱不是你的，银行也不是你的，你带的是。你穿在身上衣服是你的，没有穿在身上放在家里都不是。这是真话了，要认真去多想想啊！啊，那再想到最后说，这身体不是我，那你就入佛法了。啊，所以佛法入门不简单的，头一个要把身见放下。不执着身是我，你才能真虚脱还苦。虚脱还是小乘初果，佛法小学一年级啊，条件是什么？身见破了，边见破了啊，边见是两边对立啊，对立的念头没有了，你不会跟人对立，不会跟事对立，不会跟一切万物对立，对立没有了，你多快乐，你多自在啊！成见没有了，好啊，成见没有了才能随缘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不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啊！为什么自己想法看法是假的？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而且对别人的建议的时候有真正鉴别力，就是他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自己有看法有人是拿自己做标准啊，自己没有标准才是真的标准出来啊，真智慧出来，有能力辨别啊，所以看破帮助我们放下，放下又帮助我们看破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这是八万四千法门啊。念一句佛号就解决了，这叫顿超，圆修圆证的顿超啊！所以净宗是顿超，比禅宗还有把握啊！禅宗不容易，会掉下来啊！啊，净宗这个往上提升，它有佛菩萨加持，有护法神保护。你不会退转，稀有难逢啊！所以要想六根清净，眼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怎么样？不染，不放在心上啊！心上一尘不染，干干净净，这就清净心。现前了啊，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平等心生大智慧啊。下面这个觉字
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究竟彻底的觉悟啊。所以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所证得的定称等正觉，是佛证得的啊。平等心菩萨证得的，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我们用一句佛号把清净平等觉在一生当中都成就了啊。海贤老和尚书我希望大家看，为什么他清净平等觉20年证得的啊，20岁证得清净，30岁证得平等，40岁证得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好榜样啊！彻底放下，这就成就了。那么修净土的人，何以能一生成就？啊，这就是讲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要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威神加持，本愿威神就是这一首偈啊，这一愿第12愿啊，不是佛加持，真的很难办到。那么生到西方，阿弥陀佛保证我们都能达到这个水平，从这个水平向上提升，决定成佛，决定证大涅槃。涅槃是梵语啊，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太多义，通常我们用的最普遍的是不生不灭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说什么？这话说了我们不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难懂啊。我们看到有生有灭。我这一次到日本来是第8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我49岁，差1岁50岁，第一次到日本来啊，多少年了，50、60、70、80、40年了。那个时候的老朋友现在好多都不在了啊，水谷先生你们很熟啊，跟我好朋友啊，真的不在了啊。上一次来还在见了一次面啊，中村康隆老和尚跟我也很熟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100岁，他103岁走的啊。净宗许多大德我都认识都熟，来的时候都会团聚一下，现在没有了。感触深深感触到无常
啊，所以有人问我，日本为什么少去？我去朋友没有了，都不在了。啊，年轻的我认识不多。啊，过去的老法师我认识很多。啊，所以不生不灭是真相。这个意思很深。啊，两个小时讲下来听不懂。啊，为什么不生？他本来不生。本来不生哪来的灭？生灭是幻象。啊，现在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们都引用近代科学家量子力学来说，大家就懂了。啊，量子力学用科学技术来观察物质现象，得出的结论，物质没有生命。啊，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没有生命，跟佛经上讲的大涅槃，啊，他真的大涅槃。他虽然真的大涅槃，没有得大涅槃的用处。啊，科学家是见到了，但是得不到他真正的用处。佛菩萨得到。啊，得到用处。啊，为什么？佛菩萨不是用仪器观察，啊，数学推演得来的，他是用禅定功夫亲眼看到的。啊，所以他六种神通恢复了。科学家六种神通没恢复，为什么？他还是有妄想，还是有杂念，就这个道理。啊，佛菩萨证的，他是把妄念杂念通通排除了，这样他看到啊，所以他那个作用就大了。那么在小乘法里面，涅槃呢翻作灭，就灭烦恼，灭生死啊，换句话说也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那么这一段说明我们修学终极的目标是要跟诸佛一样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得到真实保证，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切经中没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只有在无量寿经里头啊，所以无量寿经就变成易行，很容易修行；难信，很不容易让人相信。你要相信他，成就真快啊！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老实人。师父教他，他完全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教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乖乖念下去。啊，其他的他再不想，他不起心动念。啊，就是一句佛号。所以，25岁能得清净心，30岁能得平等心，40岁。能大彻大悟，其实我们每个人通通有份的，就是不肯放下。要知道放下是放下障碍啊，妄想分别执着是障碍，这个障碍放下之后，我们的心得就现前啊，所以放下是应该要努力，要认真去学习，
啊，什么都放下，让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功夫啊。所以学佛，无论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金刚经》上说得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每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啊，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为了适合一切众生的根性，说无量法门。啊，如果你要想在一生当中快速的成就，那就这个法门，就净土法门。啊，让我们一生快速证得圆满成就。啊，得到真实的保证，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切经中绝没有这个说法，无此说法，真正觉悟，希望快速成就的人，读到此愿，如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那就做不到了。那不可能。啊，你真正发心，我求生极乐世界，我只求清净阿弥陀佛。啊，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一丝毫的贪婪。啊，你放的越多，跟佛越接近；你拥有的越多，跟佛距离越远。这个道理要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第七章，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第十三愿。第十四愿，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那下面总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我这个愿不兑现，法藏就不成佛。啊，法藏菩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有十劫了，所以他的愿愿愿都兑现了。我们看小注：佛佛道同，佛的果证与清净心也相同。为佛光所照范围不等，啊，佛放光明，有的佛照得很大，有些佛比较小一点，啊，这是什么原因？是在因地所发之愿有别，啊，差别在此地。那么法藏一发心，其愿呢就超越一般人，并且要胜过一切诸佛，因此其光明呢就自然遍照十方了。啊，这是弥陀在因地发的愿大。那一般人修行成正果，愿力不是很大，啊，能发愿
度我们全世界的众生就不错了。啊，但是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是一点点，微不足道。啊，能发心度太阳系，能发心去度银河系，这心就大了。但是跟弥陀比啊差远了。啊，阿弥陀佛发心要度遍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一切苦难众生，这就太难得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全包括在其中啊，心量要大，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心量小，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心量要大，比六道轮回还要大，他自然就出去了。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以一幅图啊为度化众生的对象，一幅图太小了。宇宙当中，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诸佛啊，阿弥陀佛是一个佛图都没有漏掉啊，它是圆满的。我们跟他比都漏了很多，怎没想到啊，看到他的愿文才佩服他，他想的那么周到，一个都没漏。那我们念这段小注，佛佛道同，佛的果证与清净心也相同，为佛光所照范围不等，是在因地所发之愿有别啊。这刚才说过了，法藏一法心，他的愿就超过一般人，并且他还要胜过一切诸佛，因此其光明就自然遍照十方。为什么光能照到的地方就是他愿力达到的地方？所以一切诸佛光明不能与他相比。本经后面释迦牟尼佛赞叹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的赞叹是代表诸佛，也就是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日月虽明，他有障碍，在室内就找不到。佛光没有障碍。有人说，佛光为什么不照到我？其实佛光照到了，佛光普照，而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我们见不到佛光啊。所以你有妄想执着就不能觉察。如果你念佛念到心清净，你就能感到你沐浴在佛光之中。啊，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经典所在之处，念佛读经和修定的时候，佛光容易感触到。啊，真能呢让你得到快乐，恶念能止息，慈悲心能增长，希望求生极乐世界的意念逐渐加强，此古德所讲的有净土，真正证明有净土啊。这个境界
我们佩服海贤老和尚，还有他的师弟海庆老和尚，另外还有一个居士，他妈妈啊，南阳这块小地方小庙，这三个人都入这个境界。啊，妈妈86岁往生，欲知是知。啊，这三个人都是一句佛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啊，他母亲86岁往生。往生之前，他坚持要回到家乡，啊，把他的女儿，还有个侄女，让海贤老和尚把他们两个找回来，啊，海贤老和尚照办了，两个人果然来了。啊，他自己下厨房，亲自包饺子。那一家人团圆，这家就剩这几个人团圆。啊，吃完饭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他女儿看到这个情形，带着他的儿子出家了，啊，这是他度他家人的方法，表演给他看的，啊，你不表演的时候都不相信啊，啊，你看，没有生病啊，啊，走之前还包饺子跟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是度自己的家亲眷属最好的方法啊！他一生不学佛没关系，你表演一招给他看，他相信啊，他带他儿子出家了。下面第八章有两愿，当中的十五愿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最重要的五愿之一啊，十五愿在这个经本子里头只有一句话：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就这一句啊。下面第16愿声闻无数愿，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啊，寿命一切无量，这句话重要啊。为什么前面说寿命无量是阿弥陀佛自己无量寿啊，下面这一句各种声闻天人无数，我们去往生什么身份？天人，我们没有证过啊，我们是天人的身份呢，啊，天道人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无量无边数不清的寿命一切无量，这一句话重要了，我们有份，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佛无量寿，个个都是无量寿啊。底下一个比喻就更妙了，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这是讲一根一佛土，一尊佛他所教化的地区是3000大千世界啊，这里面的众生习成缘觉，
比阿罗汉还高一等。啊，次于菩萨，在阿罗汉之上，这是辟支佛，就是圆觉，于百千劫世间。啊，百劫千劫，习功计较，计是计算，较是比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说明寿命之长，极乐世界人数之多，到底有多少，没有人能算出来。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啊！凡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其寿命一切无量，故得说此为净土第一殊胜，寿命长，做什么事都能圆满，有的是时间嘛。啊，寿命短很难成就啊！啊，还没有做一半，寿命到了。在这个世间遗憾很多啊，到极乐世界这是真的。我们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定这个经是真经，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没有一个字是骗人的。我们要在这里生信心，就得受用啊。如果你觉得这里的怀疑，这个功德利益你得不到。啊，那怎么办？要换一个法门，这门进不去，你得找另外的门。啊，找不到门，还是这一条门，那就加紧用功。要用什么方法？断疑生信。啊，海鲜老和尚这个小书，这本小册子，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你把他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念过之后，他可以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信心就建立了。啊，信心是能不能往生第一个关键。没有信心，不能往生。啊，修得再好都不能往生。啊，所以信心要坚定，没有丝毫怀疑。啊，愿心要恳切，我这一生来干什么？就是来求生净土的。我就为这桩事情来的，我就干这桩事情。那我的人生目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圆满成佛。那必成正觉，我走的是这条路。那别人所走的是他的路，我不走他路，我走这条路。啊，这个路是老师介绍给我的，我们深深相信老师不会骗我。啊，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是用了苦心，我们感恩。为什么？我不是他一说我就接受了。至少说了七八遍了，我都没接受啊。我接受这个法门是讲华严经，讲法华经，讲楞严经。华严讲了一半，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们心目当中最尊敬的、最向往的
是文殊普贤的文殊的智慧呀、啊，普贤的实践，那是非常令知识分子的赞扬啊，敬仰赞叹。这两位大菩萨修什么成佛的？啊，经文在后头没念到，还没学到。啊，翻到后面，啊，整个经读一遍，在《四十华严》第39卷，通通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我这才相信。死心塌地，再不会怀疑了。用了多少时间呢？30年。说明什么？难信之法嘛！啊，不把它真搞清楚、搞明白，就不能接受啊！啊，我是用了30年的时间。啊，20-30年是讲经啊，讲经讲到30年才相信啊。啊，所以经上讲的难信之法，这个意思我能体会，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啊，真的是难信。啊，可是真正相信，功夫就得力了。所以第15愿寿命无量，前面我们看到光明无量，那是智慧啊。在前面第12愿彼诚正觉啊，这是善道大师赞叹的5愿，这第3愿我们看这简单的注解：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凡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其寿命一切无量。故得说，此为净土第一殊胜。为什么寿命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做什么事情都能圆满。那假设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统统证得圆觉，圆觉是辟支佛啊，地位与神通比阿罗汉高啊，他们这些人与百千劫共同计算西方世界的人数也算不出来，共同计算阿弥陀佛的寿命也计算不出来啊。那么这些人都是于十劫之内由无量无边世界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再用这个名词大家好懂啊，移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号称极乐，其根本就是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是极乐世界第一德啊。世界再好，如果寿命短没用啊，你享受不到啊，寿命长啊，啊，你全能享受到啊。下面第9章第17愿。这一愿也非常重要啊！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众，无数诸佛若不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去成就。这一愿是第17愿，诸佛赞叹。
这也是善导大师选的啊，诸佛赞叹。善导大师选的第四愿，为什么？诸佛赞叹就是必定讲这部经，介绍给我。如果诸佛不赞叹，他不讲这个经，虽有极乐世界，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一愿就是一切诸佛讲经说法，必定讲这部经。啊，而且这部经还是常常讲的，啊，不是讲一遍两遍。啊，我看到《蒙古大藏经》摩罗啊，我在序文里面看到的，他们收集的无量寿经有30多种啊，这就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常常讲这部经，他讲经说法49年啊，这个经讲30多遍，其他的经没有重复讲过，只讲一遍，没讲第二遍啊，唯独这部经可能是年年都要讲一遍啊。为什么？普度有缘众生，因为他听懂了，能接受了，依照这个法门修行，一生成佛，太快了。其他法门要很长时间，甚至要无量劫啊，这个法门快速，所以这个法门讲的特别多。那么这一愿，我们看注解，与我们关系最大。西方极乐世界再好，若无人向我们介绍推荐，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虽然具备往生的条件，若遇不到这个法门，也是枉然。啊，这个条件是什么？我真相信，我不怀疑，那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那没有人介绍，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你不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啊？不知道殊胜，容易退心啊！听要说天上不错，那就动心了。天上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啊，头一个就是无量寿啊，这一个太厉害了啊！天人都有寿命的啊，包括无色界天人，寿命最长80000大劫啊，它有量的，极乐世界无量啊！啊，没有人能够计算、称算。说得出来啊，不是凡人。佛举的例子是皮支佛都没办法，所以设法一切诸佛向众生说法，所讲经论的都讲此经，因此经摄合一切根性，无论上中下根，这个法门圆满的普度，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的佛果，这就太难得了。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那佛
为什么出世？就是来帮助众生立刻成佛。啊，立刻成佛就是这部经。因此，佛对众生所说的一切经论法门，是以成佛法门为第一，而成佛法门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就这三部。如果这个法门你听了不相信，不愿意接受，佛再向你说其他的法门。有人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希望来生做个富贵人。佛可以满你的愿，佛就叫你修人天福报，满足你的愿望。佛真慈悲啊！那我们现在是人间贪图富贵，他不懂得方法啊，这一生你所拥有的财富，你命里所有的，你命里没有的你求不来啊，命里怎么有的？过去生中修积的，所修的福报累积，这一生果报现前，是这么回事啊。财富是怎么修的？财布施。聪明智慧怎么修的？法布施。健康长寿怎么修的？无为布施。佛有方法，我们能依教奉行，真能得到，不是假的。那你心里头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有命运。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命运就没有了，就拘束不了你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不受命运支配。啊，这个桩事情，云谷禅师在《了凡四训》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啊，了凡先生一生的命，被孔先生算的一点都不差。啊，流年，20年，年年，跟他那个算命的一对比，完全相应。所以他真心，真心是一切都是命运，所以什么也不想了。啊，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3天3夜，不动一个念头。啊，云谷禅师佩服他。啊，一个凡夫，3天3夜，不起心动念，这很好的功夫啊。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啊！问他怎么修的，啊！了凡是个老实人，他说我没有修，你怎么会有这种功夫？他不是功夫，我命里头没有，所以我统统放下了，我什么都不想了，一切都是命注定的，啊！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凡夫啊。他就很惊讶，为什么我是凡夫？你看那一段的开示太好了啊。这是凡夫能算能放得下，完全照命运走啊，一般人都不是照命运走的，就有加有减，做善加分，
做恶呢，减分，有加减的。大恶就除，大善就成，加减乘除，天天在干呢。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定的，啊，这都是命数。啊，真正遇到高明的人，会算得很准确。你要明白佛的道理，可以改造命运。啊，云谷禅师教了圆了法，断我修善，积功累德，他命全改了。啊，寿命也延长了。啊，算命的算他寿命只有53岁。啊，地位最高的是个很小县份的知县。啊，七品官。啊，他遵照云谷禅师教诲，努力认真的断恶修善，天天修忏悔，啊，天天修福德，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到第二年参加考试，跟命运算的就不对了。命中算的，他考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然后就核对的时候，就都不一样了，才相信命是自己心造的，念头造的。啊，现在很多人知道这个地球有灾难，灾难从哪来？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所赶来的啊！什么回事情啊？如果我们能把念头转过来，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念呢不想自己，念念利益苦难众生，这个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命运都会跟着我们转变，大灾难会化成小灾难，小灾难就变成无灾难。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江本博士他做的水实验做得很成功啊。我今天跟他家人取得联系，你看上一次来的时候他来看我啊，这一次来的时候他过世了，人命无常啊，他年岁不大了啊，走了啊。他做的这个实验是科学，在联合国做了很多次的报告啊，就是念力能主宰环境。头一个是我们自己身体，我们这身体不健康，好的念头帮助我们健康长寿啊，念头可以治病啊，疑难杂症医院不能治的，念头能治。他的例子很多 啊，美国有个修兰博士，夏威夷土著，有用念头治病的方法，他学到了啊，在全世界帮助人治病治好了几千人呢。他到香港来看我，我问他，你根据什么理论啊用意念治病？他根据清净心。对了啊，
也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啊，他保持清净心，远离一切妄想杂念，他没有一切时中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他不是佛法，所以比佛法就差一等啊，他用这个清净心帮助别人治病，治疗的方法呢，他只要四个治疗。第一个，病人的性命啊，第二个，畜生年月日啊，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所以病人不要见面的啊，他在香港，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能治他的病啊，真能把他治好。最后一个就是病历啊，他到医院检查哪些的药有问题，病历，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治病的方法呢是观想啊，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头半个小时啊，观想，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观想成一体。那现在我身上哪些地方有了问题，有了病啊，首先忏悔啊，他有四句偈啊，就是念这四句啊。第一句，对不起，对不起谁呢？对不起我的带着病毒的细胞，我不小心让你带着病毒，我对不起你，请原谅啊。这种意念清净心里没有杂念，细胞就能跟他合作啊，带着病毒细胞就可以合作啊。然后是谢谢你，最后一句我爱你，就四句啊，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十二个字，就念这十二个字，念半个小时，每一天念半个小时，一个月就是30次，病就好了。啊，他自己身上病好了，对方的距离几千里外的人病也就好了。啊，我听得很欢喜，我叫大家的时候要好好跟他学。为什么？如果有大灾难来的时候，疾病传染病很多啊，没有医院，没有医药怎么办？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啊，这个不需要医药的啊，不也不要打针啊，而且非常安全啊，用意念啊，这个意念将本博士做出了证明啊，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这杯子装的水一清二楚啊，不但谁知道，修兰博士告诉我，所有一切外面的现象都知道啊。他跟我讲，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墙壁知道，外面树木花草统统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全知道啊！你瞒谁呀？啊，这经通过科学实验的啊，修兰博士这几十年，他也应该差不多有70岁了啊，在全世界各地的时候给人治病。讲解这个治病的道理，这不是假的，完全是真的，是事实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谨慎，不要说我起心动念与别人不相干有关系，不善的念头
会感召来的灾难。啊，灾难来的时候，与别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念头要善，要清净，纯净纯善的念头，身心健康。啊，别的地方有灾难，你住的这个地方没灾难。啊，这是念力不可思议。啊，我这一次安排到江本博士的实验室去参观一下。啊，他那个地方过去我看过两次。啊，那么现在国内道德讲堂里面第一课就是讲水实验的结果。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影响太大了。这跟佛经一比照，佛告诉我们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都是讲意念吧。啊，这个被量子力学证实了，即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科学家承认他们做出的实验跟佛经里面所说的来比较，佛经所说的比他们的报告还要清楚。啊，讲的是还要详细，啊，实实在在非常难得，啊，所以佛经经得起科学检验，啊，比科学还要高明。啊，科学用仪器，佛不要用仪器。啊，那么佛为什么出世？这个要晓得，帮助一切众生立刻成佛。佛对众生所说的一切经论法门，是以成佛为第一。而成佛法门呢，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三部。啊，任何一部都能成就。如果这个法门你听了不相信，不愿意接受，佛再向你说其他法门。有人不愿意升到极乐世界，他愿意还留在这个世界，希望来生做富贵人，那佛就叫他修人天福报，满足他的愿望。这个法门，净土法门，无论什么人，不论善恶，不论身份，不论男女老少，程度高下，只要你相信，你发愿，肯依照这个方法，一心念佛，就能往生。此乃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法门，真正是稀有难得。啊，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太不容易啊！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才会碰到一次，啊，不是常常能遇到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要把机会抓住，决定不能放松。所以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啊，目的是帮助大家成佛。怎么能不讲这个成佛法门？啊，善导大师有两句话说得好：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
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啊，说一切诸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讲无量寿经，他才到世间来的。啊，也只有无量寿经能帮助一切众生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说也许各位将此法门介绍给亲友，而人家听了摇头，你们心里难过。啊，我劝大家不必。为什么？他成佛的机缘没到啊，当然不能接受。如果他成佛的缘到了，成熟了，一听就欢喜啊，一听就接受啊。啊，就像海鲜老和尚他们小庙的三个人，那海庆啊，海鲜还有个老德和尚啊，跟海鲜法师的老母亲，一听就相信，一听就欢喜啊，一听就真干了，所以他能成功啊。能够接受这个法门，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具足。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我们就知道，听了不怀疑，能相信，能接受，肯发愿求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时候圆满具足啊，这个善根福德是无量劫修来的，不是短时间成就的。所以他这一相信，这一回头，就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啊，无量诸佛加持，所以你的信心坚固，你不会退转。那么我们无量劫来也是生生世世修行的，这三个条件我们去做了啊，要是不去做的话，我们也不能成就啊。真正成就真是幸运啊。幸运在哪里？幸运在我们遇到这个经本啊，这个经本是汇集本，不容易啊。我上一代有很多老修行修念佛法的，没有见到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抗战期间，就战争期间，夏联居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汇集成功啊。流通是战争结束之后啊，所以有许多人不知道，没有缘见到啊。我们算很幸运，有一位老和尚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带到台湾送给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一看前面的序文，有很长的序文是他老师写的啊，没关系，老居士是他老师
看了无比的欢喜。啊，所以在台湾印了两次。啊，那个时候物资非常艰难，大概两次只印了2000本的样子，分量不多，真正能看到的人很少。啊，因为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典没听说过，啊，所以他就不相信。那么黄念祖老居士注解就更难了。啊，他这部著作完成应该是在80年代。啊，1980年代。我是第一次到美国82年。84年黄念祖老居士到美国去讲经，时间只有1个月，我们遇到了。啊，他把这个注解，那时还是未定稿，啊，刚刚完成，哎，用油印，大概印了几十份，只带了一套到美国，把这个送给我。我向他请教，我说我这个看了一遍，非常赞叹，稀有难逢，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到台湾我就大量翻印，那有版权我尊重你，我不敢印你东西。他马上说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给他在封面上题字。我那次印第一版，我就印了1万册，精装本1万册，啊，所以流通啊，是在84年、85年，啊，才流通出来。知道的人很少啊，真稀有啊！啊，现在这部书在全世界可是大量流通。不难看到，啊，可是一定要认真去学习，把它念通，啊，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的疑惑断掉了，帮助我们端疑生信，帮助我们升起求生极乐世界的大愿，啊，然后你真正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能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成就那就是海贤老和尚他们几个人做的榜样。啊，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真正在一生当中，真的究竟圆满。今天。啊，这个后头这句话，啊，这3个条件总是不足了，生生世世，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遇到了，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